哇哦！突然间想加油了。你去啊。不行。因为有补助啊。那你怎么没有？这个时候有比较。你最想爬合欢山吗？嗯。你会吗？合欢山。我不会到很难，但是对。好兴奋，好刺激。你什么时候开始爬的？那你怎么会想要开始爬？哦，是不是因为大家会有一个契机吧？就比如说朋友之间。Okay。不然你不知道，可能会突然对一个会觉得很无聊。嗯。哇，真的好蓝，真的和鱼生鱼片一样。回眸。那边稍微是南楼走。啊，真假？他在那干嘛？喂金鱼。要不我去近点，你就帮我录一段。二一，终于结束了。回去翻照片的时候，嗯。